那么接着，我想今天难得来到马来西亚的云顶为大家演出，我想请一位老朋友到节目中来。那么提到这位老朋友呢，我先把衣服宽衣一下。不要这样讲，不假。我好老，你要不要再喝一口水一下？其实我刚出来的时候，简直是匆忙的一塌糊涂，头发乱七八糟，会不会像疯婆子一样？不会，不会。确定是听歌的哈，人这个打扮稍微凌乱一点，你们就不要介意哈。然后我们介绍这位老朋友，他在1974年的时候，曾经在台湾的一个电视台上过一个节目。那么那次呢，他曾经唱了我一首歌，我觉得那次表现得还可以。那么今天把他请到节目中来，然后我要去指定跟他合唱当年他唱的那首歌曲。来，走好位置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32年前的凤飞飞。You.